你都在。我该。位置知道了，三脚架怎么摆也要清楚。在国道上发生车祸，摆放的位置要距离事故40到100公尺，向后方车缓冲。失去的话，车子正后方或虚拟停车身避免追撞。要是你开的车子刹车时，因为路上的三脚架断了，一车快轮掉了，快轮掉了。真的，不要这样欺负他了。不是，这是要让他狗多冲。来。